零六年度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要开始了。馆长魏明国和教育部体育司长林德福十号在台北体育署宣布106年度全中运比赛就要开始了，邀请全国各地高手来中华比赛，也悠悠中华来一段运动美食结合之路。在这个月的4月22号到27号，来自全国15000多个选手以及教练来到我们彰化县来竞技。那目前呢，我们的圣火从马祖、金门啊，现在已经来到澎湖，然后明天会来台湾本岛来进行这个圣火的传递。21号到23号会在我们彰化哈。那我们21号的晚上，我们举办县民之夜。22号到27号比赛的6天，我们彰化县很诚挚的欢迎所有的运动好手来到我们彰化县来竞技。那我们彰化县准备好了，所有的选手也准备好了，来迎接我们全国的乡亲一起来彰化看这个盛大的运动赛事，也来彰化来观光看我们的鹿港古迹也来品尝我们彰化县的霸碗这个小吃，以及来我们田尾公路花园，大家一起来看花、赏花、买花、拈花、惹草。那这一次中等学校运动会能够在彰化县来举办我们就觉得深庆得人因为魏县长你在治理县政方面在我们政治圈非常有名，你经常都是大家学习的楷模。那这一次透过你们整个的县政团队再加上民间的组织，那我相信这次的全国运动会这个中等学校运动会一定会办得很好。全中运在4月2日在彰化县立体育馆开幕，将要在彰化县各运动场所举办6天的比赛。这项活动投入超过3000名的志工，迎接全国10000多位选手、教练加冠秀。彰化县政府五忙透过运动比赛，行销城市，打开彰化县的知名度，促进观光产业加地方产业的发展。公益频道张华韵台北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